就到香格里拉。你有在这里游过？有这个知道。那个是这样的，他们一会儿会从这儿出来，他们要上车。哦，红灯过了，来吧。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直播是在微博奔跑的微博和奔跑的 Z 世界两个平台，是这一次奔跑的特别季的第一场直播，一会儿大家会从这边下来。然后我们这次很特别的是会做一个类似于商团建，我们现在想要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次那个奔跑的我们这次推出的特别的活动。来，大家好。这次呢我们紧张第一次上节目紧张，现在做了一个官方手游，那现在已经开放预约了，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牌子啊，预约方式很简单，就是微博用官方手游这个话题，或者关注账号奔跑吧二星人，那人世界的用户的话可以看一下屏幕下方应该已经有一个二维码了，二维码然后就去访问我们的直播那个预约网站了啊。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丰厚的礼，不光是游戏礼服，然后呢还有之前奔跑吧典藏卡争取到了一次限时的返场，那完成这个奔跑吧典藏小卡，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浙江卫视2025跨年演唱会的现场门票，赶紧来预约，然后赶紧来领取这些好礼物吧。然后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啊，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啊。奔跑吧这个官方手游，然后是完全根据奔跑吧里面的剧情，根据奔跑吧里面的环节，包括奔跑吧。都会参与到其中，然后陪伴大家一起，我们会去到一个阿星球，然后在阿星球里面完成各种各样的挑战，期间呢各个 MC 也会化身为我们的羁绊，然后战克服困难打败黑衣人，好吧，然后希望大家赶紧来预约，预约好礼只有第一波才有，好吧。然后还有一个活动是雷世界的茶马古道热力挑战，现在的活动是每2000条评论就可以开启一轮，有什么呢？有签名照，有节目周边，还有其他各种大家喜欢的好礼，好吧？然后大家赶紧来疯狂，然后赶紧我们开启，争取到2000条评论就可以开启一轮福袋抽奖，好吧？大家赶紧来参与啊！啊，那么，都说完了吗？差不多说，可以说完了。但还有这个也说完了。再说一遍吧。啊，再来一次吧。啊，好的，那我再来说一下，因为这一次我们奔跑吧特别篇就叫奔跑吧茶马古道篇，那么我们要我们所有 MC 会完成一次7天连续录制的挑战，然后分别就沿着茶马古道来到云南，然后呢我们会一路录影，然后也会一路直播，然后争取把茶马古道这美丽的风景，然后风景背后的故事
通过节目展现给大家，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关注灯泡吧茶马古道篇的录影跟后续的播出，也这个录影期间的直播，希望大家关注艺人在我们这一次连续七天录影中的一个动态，就是人世界的茶马古道热力挑战，是每2000条评论就会开启一轮福袋抽奖，福袋抽奖有签名，大家积极参与来赢取这些好礼吧。OK。哎呀，那然后我们现在MC 马上就要，第一次我们是连续七天的密集录制，大家是以排练形式来体验我们茶马古道上面的风骨人情和。然后我们现在去接等一下，等一下，大家先等一下。关于茶马古道特别记得一个口号，到时候也会请我们的 MC 一起跟大家喊一下，是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打一下，跑跑就知道。我拆次口播。你说。欢迎各位微博直播的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现在在微博奔跑茶马古道篇的行路榜互动，欢迎大家去多多打卡助力，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后续还有更多精彩的福利解锁。期待多多参与。等会儿，我后退的地方不要人啊！后两排，好。我后退的地方不要人，我这个动线轻它。还有一个呢，然后大家看一下，和大家看到今天的天气，还是阳光万里，晴天万里，下雨了，开始下雨了。所以兄弟团这一次的旅行，什么？所以兄弟团旅行这一次会大雨吗？是的，你是谁啊？你是站着，他们坐电梯上来的。你们这里不穿包吗？那我先，你们先不要动，我弄完了，我这边来刷的游戏。开始了。好。喂。哦，好了，忘记下雨了。来。你们都站好。来了，都站好了。你就在我边上。我知道，这条线不要人啊。没关系，自己兄弟没关系，我们管好我们自己。我怕后退的时候撞上自己。你什么意思？
外面下雨了，还在外面。他们等会接完就直接顺着往出走。好的，我们这边还会有公约。哦，那你们顺着来。好好好。行，下一个，很好看的。我听听有没有人。人家要他规则，就全是这。一会儿那个披头神也一样的，你看，全是那个披头发。我们说你就听他们说。然后我急了，我们问题了。人生会面的。听听。
OK， 您还在这边吧？那我会。王谢，我们正在直播了，可以跟奔跑吧的那个奔跑吧微博和奔跑吧 Z 世界，奔跑吧观众都。哈马古道篇的第一站旅行，大家猜一猜我们接下来会去到什么地方呢？你看我们的，先看一下我们的旅行箱。谁？后面的游客们，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奔跑吧观众都在看。录播直播人，哎，你把他拿到招呼。大哥，这别忘了，今天有转场，在这儿做直播。正直播直。你说你接话去。那大家先站起来。来，可以上。照片机吗？照片。先来一张，没错。来，咱近一点，近一点，给他拍一张照。来，来，老师们稍微近一点。这船长，你怎么走下纪律吧？纪律。大家早上好，为了大家有一个更好的旅行体验，在出发之前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旅行前的示范。我绝不念。好，我们来，从我在这道德榜上一人念一条，得剪掉，大家都一人念一条，从白鹿那边来。好，我宣誓在粉丝团叫苦叫累，不压力，一人就是从小，绝不吐槽，道尽草率，绝不对食物挑三拣。你这条很重要啊，你要做到。绝不对节目组恶语相向。我们从来没有恶语，讲的好像我们平常有的恶语。我们从来没有恶语相向。我个人的拍照技术，我能做到这个，因为你确实拍。你是要被嫌的那个。下一个重要啊。妆化不齐，整个自己。你不妆不齐，我可以。你化妆师高兴，我素颜，我可以啊。不嫌弃室友。怎么是？打呼噜声。那你自己之外的听到的不嫌弃团友有名三大不嫌弃团友好，这是我们跟所有的观众保证我们奔跑吧团建旅行公约的五绝不五不这样子的好吗？好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到外面，在我们可以就准备出发了。哎呀，没问题啊。在大巴上面来的。大巴就上去，那是一千。小月行。就留你们俩。我们要上大巴吗？还真难啊！老鼠，你什么身份啊？我是。过来，往后面，往后面。好苦啊！怎么样？进来吧。来看这个，先拍视频啊。
放出来新照片。奔跑的团建包天的，来三二一。来看看镜头，来看看镜头。好了，我们暂停一下。后面。不要动，先不要动，但是大家先动，我们就三十五秒啊！老师们，先动，同志们，同志们，开始动，是不是？我们要是吧？我怎么先拍着电影？来，同志们来，同志们，好，你们进入去了，你们现在没抢。好，走，现在高飞老师走了，灯放到里面去，灯放里面去。来，我们都往。来个人上车的吗？这里边进。好了，我走了啊，你们加油。他往这边去，我给这边两个。Thank you.